你送到小车，哎，老表，尤大师，麻烦你给我看一下几点了。嗯，好，4:20。我的乖，准没？我看看，确实4:20，一点不错。好嘞，我等一下表。我点儿的真神，妈绿摸摸绿蛋都知道几点。老表还待着呢，还待着呢，麻烦你再给我看一下几点了，我看看标准吗？好，3:50，我的乖，咋能准呢？哎，乖老表，你真是神了。当然了，老表，你这个绿蛋还带着表里边的，咋知道时间的呢？是的嘛，你看他正好挡住这个钟了，妈，我撩起绿蛋不都看着了吗？